知道今天我们来干嘛吗？不知道，看花吗？对啊，你看这么多美丽的花。是啊。所以，看一下这边。大毛。黄麒麟，快问快答，今天。好吧。准备好了吗？这个小孩子。准备好了。好，姓名。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谢谢你重新承认问，那我就大发随便的告诉你，我叫黄麒麟。年龄。13+1。星座。摩羯座。一句话概括自己。Interesting。换完牙了吗？你看一下。除了上学和训练，还会做些什么？看电影。喜欢在外边玩，还是喜欢待在家里？都还好吧。喜欢山还是喜欢海？喜欢山。喜欢看电视剧、电影还是动画片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喜欢看电影。最喜欢哪一部？泰坦尼克。最喜欢的角色是哪 ？Jack。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呢？我们家世世代代清清白白。早餐是西式的还是中式的？中式。吃火锅必点的三样菜是什么？肉肉肉，菜菜菜。最喜欢的三种水果？橙子、苹果还有榴莲干。酸甜苦辣咸，最喜欢哪种味道？喜欢酸甜苦辣酸。去无人岛会带哪三样东西？我爸、我妈还有我姐。想和谁成为室友？漩涡鸣人。最喜欢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我的腿。最近在读的小说是什么？鲁滨孙。鲁滨逊那本叫吗？都可以啊。最近在听的歌是什么？春夏秋冬。印象最深的一句歌词是什么？ Better me。 那最想感谢的发明呢？照相机。想和谁一起去看电影？想介绍谁给家人认识？还是他。给大家推荐一本书。那本书啊，好难，我想想，就我那个鲁滨逊吧。最喜欢的科目？数学。最喜欢的季节？夏天。提到这个季节会想起的三样东西？草莓，还有橙子，还有西瓜。最喜欢的运动？僵尸横行的末世会选择什么武器？我的微笑。想穿越到哪个年代？10年以后的我。一般什么时候洗澡？晚上。想尝试什么造型？光头的型头都可以。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你有大小眼。家族聚会时肯定会有三样菜。糖醋排骨，还有那个酸辣鱼。想去哪里旅行？美食特别多的地方。最想演的角色类型？坏人。心目中的英雄？我自己。最喜欢闻的味道？清新清爽。喜欢走读还是住校？走读吧。喜欢白色还是黑色？灰色。游乐场最喜欢的三个项目？大摆锤，那个过山车，还有那个超高空，那个高空车圈特别爽。最想拥有的超能力呢？黄母飘飘拳。0到10分，为自己的穿衣品味打几分？9.5分。厨艺呢？11分。运动神经？运动神经，怎么叫床了呢？运动神经，8分。整洁程度？2分。恋家程度？5分。对 TF 家族的印象呢？ Big family。 那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可能会觉得我会问对我的印象如何，但是我改了，今天我问对师兄 TF boys 的印象。帅，高，还有勇气长，跳舞好，唱歌好，什么都很好。你
们是打算继续这样骑下去吗？差不多吧。我好累，那你们继续骑吧。黄麒麟快问快答 ，over， 拜拜。拜拜。